我们一共有34间，我拿出来20间把它改造掉，那14间已经够支撑了，其实差不多了。那么其他的呢，我们就把它改造了，哪怕是作为工作室，那么做个办公室，你想创业，你租个办公室的成本很高，那我这里就来好了。你员工也能接受啊，首先我给他还发着工资的，那他自己还能赚钱，那何乐而不为呢？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可能是更有意义的一件事，也是我们疫情自救。因为没有人，那这个收入为零。但是一旦是解封的话，我们算过应该在3000块钱左右，或者1500一半嘛。那其实这个刚好够猫的开支，唯一的支出就是猫，就猫的疫苗、猫的这个粮食、猫的猫砂。我们都是一个大店带一个这样的小店，啊，带一个书店这种。嗯，目前的整个经营状况都不是很好，但是你也得去做吧。疫情肯定会过去，对吧？但是如果说你疫情你不做改变，安于现状，或者是说啊一成不变，那审美也会疲劳，那我们自己也会觉得没有信心。那你只有动起来，你是改造，有一种尝试一些新的可能，那万一就救活了自己，这也是一种自救的方式嘛。